众大家好，我是小九。今天呢，我不是去买锅了吗？锅买回来了，然后厨房要搞一下卫生，所以我就买了两套新衣服给我表哥跟表嫂。你看这衣服，我们一家人穿的整整齐齐的，都是绿色的。然后就让他们来帮我搞厨房吧。表哥已经在里面弄了。呀，哎呦，快点干活！不错，你看。三好男人就是这样子的，就是表嫂给锻炼出来的。你看，可以。干活，说这么多话干嘛？你扫出去，我用这个冲一下吗？冲一下。先把这个除掉去。哦。这上面还要搞。哦。好脏啊！我去拿那个刀，不是那个叫什么，挖耳勺过来一下啊。等下扫了，用水再冲一下。是啊，水冲一下，然后。我要试一下这个锅能不能用，这个灶我不知道这个灶还能不能用，应该可以吧。这个是我量好这个尺寸去买的，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灶还能不能用，好，十几年没用了，刚刚说。它里面那个灰要不要刮出来啊？不用吧。我们现在是一个生产线啊，你扫我刮你倒。扫一下再用水冲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水槽得你弄了，可能我看到我长度不高了。什么脏活就是我干。那要不要长弄嘛？上次弄过来我们的。那个等一下拿来烧嘛。每次一下雨叫我来干活的。那你以为这衣服那么好的？如果给你买一件羽绒服的话，可能你就得帮我盖房子了。想得美。不知道下雨冲的会不会干呢？哎，等一下，表哥，我们把这个抬出去呗。哪个？这个放这里太湿了，给它冲湿了。这个应该是之前厨房的门。厨房门是吧？放外面。去放外面先吧。嗯。到时候可能还用得着。应该是拿来当柴火烧了。怎么样？差不多了。哎，水来了。知道了。哪里嘛？哪里？这个灶能喷水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可以呀。好的。把水开大一点。给我洗一下手，洗手，然后去干了。哦，这里迟到了。哦，这个灶这样洗了会不会不燃火啊？等一下。你又不是马上要用，你要冲干净些嘛。要洗洁精吗？把点洗洁精嘛，给它有点香味。香味，喷点香水嘛，才有香味。我们马上就要在这里开火了。首先，这个打水吧，好像是在成年老腊肉一样。到时候可以在这里熏腊肉了，是啊，挂一排腊肉在这里，这个场地我就出了，这个肉是我出的，啊，肉的话就表哥出呗，啥就是我，不是啊，一个人出场地，一个人出材料，对不对？一个人出手工，那我们三个人刚好，那我出嘴巴算了。你这样子拍，我们这灶还能用吗？可以用啊，都吃完了，等一下烧火能烧得起来吗？里面全是垃圾，你看那老鼠窝都有。那等一下烧火能烧得起来吗？没问题。后面有老鼠跑出来？不会的，我放了那个驱鼠的。我那时候一开始一租房子，我就买了那个驱鼠的。这个好脏，这个得用扫把擦一下，擦不干净。扫水。哦，鞋子湿完了。对。好辛苦啊，帮你干活。你说嘛，你来我这里，你还要蹭我的水洗鞋子。搞好，敌人要吃大餐啊！
能点菜，我煮啥吃啥。别喷啦，那洗洁精给你喷掉了。有这么甜？啊！但是我听房东说，那个水井可能就是夏天干旱一点，它会没有水的。但是我们这里应该不怕。但是我没水的话怎么办？可以去河里洗澡。河里洗澡？对，离河看一下，应该也不是很远。远是不远，就是冷而已。热天有什么冷的？不是，我只有冬天会干旱的。这你看，现在都是一直在下雨，干旱吗？也是，现在天天下雨。来，给我冲一下这里。那里啊，对对对。哦，别给我洗澡啊！放心，这洗澡就不了了。我干净了吧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哎，对你。哦，行。注意你那个，别搞到我这里全身都是。报已经擦干净了，这里也擦干净了，但是地板搞不干净了。基本上要等它干干净再搞过吧。再灰尘转移，好吧？嗯，可以啊。就是这个灶你拿水冲了，这个都是凉不凉都有。谁来找？不找找我。嗯。这个水池也搞不干净。要泡在那里先泡一下先，泡一下消消毒啊。到时候可以放几条鱼下去。你不是喜欢吃酸菜鱼吗？不知道谁喜欢吃。快点给我洗手，我们奶奶给你洗。你不喜欢吃酸菜鱼啊？那下次煮的时候你别吃了啊。我不吃。可以了，收工。